在今年的金鸡百花电影节期间啊，厦门广电集团和厦门国贸控股集团联合主办了为期三天的电影文化周，通过设置电影市集、放露天电影等一系列丰富的活动，让市民朋友们在电影节期间收获满满。虽然这几天的厦门寒意渐起，但在银泰百货门前的广场上，还是有不少热情的市民前来参加金鸡电影文化周的活动。本次金鸡电影文化周特别设置了电影市集，除了有各色小吃，还有不少电影 IP 的文创周边，让影迷朋友感受到了浓厚的电影氛围。金鸡来了厦门以后，周边的一些活动啊、电影展啊，或者是文化活动会比较多，比之前了。除了热闹的电影市集，近期上映的电影《无尽攀登》与《误杀二》的主创团队下午也先后来到现场，与影迷朋友分享电影创作故事。遇见了一个假肢专家，他跟我说，你安上假肢以后，不但可以像正常人的生活，你可以再登山。就他这一句话，使我有了五脚再登珠峰的梦想。这个戏完全是一个很有历经世界的一个生命力在里面，所以呢，其实我蛮喜欢这个角色，因为其应该说是演一个看起来好像坏人，但是其实这个蛮精彩的题材。现场还特别设置了互动环节，让市民朋友能够近距离与电影主创团队互动。我来见明星的，追任达华。然后拿到见到了，感觉对，拿到就很激动，因为从小就看到电影。杀了这个主演还是挺有好感，所以我就过来。据了解，在金鸡电影文化周期间，每天还会挑选一部经典电影露天放映，让市民朋友更近距离感受电影氛围。记者彭玉、黄超报道。